各位学员大家好，在上一讲我们讲了以摊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也就是俗称一个字什么摊，它相对的账务处理，它的利息收入也就是投资收益，如果你没有计提性减值，那就是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如果你提了性减值，那就是摊于成本乘实际利率。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买来的时候沾着你的手就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你用的是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那么这是基本的原理，下边我们看一下这道补充例题。这道补充例题啊，其实就是教材的例14-17，但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说根据它改变的呢，因为我们教材那道题太不守规矩了，噼里啪啦四舍五入的数太多了，都万元万元的省略，所以我把这道题的数字啊给大家改了一下，但是题目条件一点都没变。而且我告诉你，这道题如果你要是学中级会计实务，你应该在中级的教材上见过这道题，只不过他把中级教材的每个数扩大了10倍。比如说中级每年的利息是59,000，他扩大10倍，他变成59万，每个数字都扩大10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2013年1月1日甲公司支付价款1000万元含交易费用，就跟我们前面80块钱买的债券加2块钱的交易费用，一定要说82，不能单独给我说80，我们要说总数。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购入 A 公司同日发行，慢点，要是同日发行，说明我原来既不会有应收利息，也不会有横杠应计利息，没问题吧。5年期的公司债券12500份，债券面值总额为1250万元，票面年利率 4.72%， 于年末支付本年度债券利息。停，就凭着这句话，于年末支付本年度的债券利息，说明利息是最后一次性给吗？不对，利息是分次支付的。既然你的利息是分次支付的，叫分次付息，你铁定会用的一个科目叫什么？应收利息。你能告诉我应收利息咋算吗？双面，妥妥的告诉我应收利息是我们所说的双面。第一个面是什么？面值，面值是1250万元。第二个面是票面利率 4.72%， 我们算出的总利息每年是59万。那我就要问你一句话了，你每年得到的好处是59万，另外这债券是5年期的，你最后一年还要收的本金是1250万，本金不就是面值吗？我们可以妥妥的画一个图，几年期的，当然5年期的，把这看成是0，一代表第一年年末，二代表第二年年末，三代表第三年，四代表第四年，五代表第五年。我每年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每年的利息是59万，这是刚才算出的双面。我在最后一年，也就是第五年的年末，我还能得到一个什么？本金，也就是面值1250。你花了多少钱啊？一共花了1000万含交易费用。将来大家记住，就跟我们前面说，你花了82万不能跟我说80，一定要把交易费用加上。我现在付出的代价是1000万，你承认吧。而我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得到的好处是每年的利息收入59，5个59，这不是普通年金吗？59乘以 PA 什么来着， I几个？5个，1、2、3、4、5，完了吗？没有，我最后一年还收到本金，也就是面值1250乘以 PF，I5，我所有的条件都是已知的，我唯一不知道的是折现率。那么通过这么一算，我的折现率，如果你查表，你就挨个试呗。试完了之后，我们就能得到你真正的爱应该是得 10%。 有人说咋试呢？咱可以大概估一下呀，现在票面利率不是 4.72 吗？你想一下，我等于是
花1000万买了个价值1250万的股权，说明我是打折买的，对吧？打折买的，为啥打折买？因为这个债券不值钱，它是地摊货。为啥是地摊货？给的利息少，给的利息少，那是哪个利息少？票面利率少呀。票面利率要少，是不是暗含着告诉你实际利率就应该多呀？你至少应该从 5% 这开始试。但是大家想一下，1000跟1250是不是等于是相差很悬殊， 5% 肯定不够，你就挨个 5%、6%、7%、8%、9%、10%。 如果你经验很丰富的话，基本上两次就能试成功，正好试出了 I 等于 10%。 只不过我们教材不是用 I 来表示，它是用 R 来代表这个实际利率 10%。我既可以表示成59乘以 PAR5 加1250乘以 PFR5， 我也相当于是把这59分别给它折现，那就是第一个59除以1加2的一次方，第二个59是59除以1加2二次方，1加2三次方，1加2四次方，1加2五次方，再加上1250除以1加2五次方得1000，除以1加2的一次方不就是乘以1加2的负一次方吗？以此类推，也能算出 R 等于 10%。 那 R 是什么？ R 是实际利率。因为这道题并没有告诉你什么，并没有告诉你我买进来的是已经发生信用减值，那我就用正常的实际利率，哪怕后来再发生信用减值跟我没关系，我还用这实际利率。除非我买进，我一沾手就是已经是地摊或发生减值的，我用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现在这实际利率是 10%， 不就已经有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支付债券利息，每年利息是59万，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我用你说肯定是最后一次性偿还。合同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在遇到特定困难时可以将债券赎回，并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款项。这跟我有关系吗？我买您的债券，您可以赎回，跟我没关系。我作为哪一类金融资产，先问我的业务模式是什么，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第二个，合同的现金流量的特征是收本收息，满足这俩我就可以划分为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那咱看一下，甲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预计发行方不会提前赎回，跟我没关系。我往下看，甲公司我买债券的，那么我根据我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和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该债券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那不就是在告诉你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然后我通过了现金流量的测试是收本收息，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中间出售吗？不出售，至少我开始是不出售。那么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等因素，题目条件都有了，实际利率有了，那不就可以大展拳脚做题呗。我们看一下，做题的时候我们教材给了大大的一张表，我讲这种题从来不用那张表，那张表四舍五入差的太多了，它明明表里边都是以万元为单位，最后它左分录时又化成以元为单位。我惯用的一种方法是什么？钉子账呀，只要钉子账就能把这块内容白赚了。我们看一下，甲公司的有关账务处理情况如下。2013年1月1日告诉你花了多少钱，1000万，贷银行存款，这1000万不用区分，含着交易费用，就跟我们前面举那82那例子，80买债券，2万交易费，直接写82。将来我们算实际利率时就应该是1000万等于折现，前边呢就应该是82等于折现，本金利息折现，不是1000万吗？那么借方一定要体现债权投资的第一个明细科目横杠成本，成本永远反映什么值来着？面值。分录平了吗？没有，倒挤出来的是利息调整。我永远在这么说，债权投资横杠利息调整250万，因为这个债券是在人家发行当日你买的，借方既不会有已宣告的利息，也不会有横杠应计利息。做完这笔分录，您不应该有一种冲动吗？我每次都问你啥呀？画钉子账。好嘞。
大大的画个钉子账，画谁的钉子账？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大家就可以像我这样拿一张纸画一个很大的钉子账，从这儿往下一直画下去。但是因为我每次翻一个幻灯片，前边的就没有了，所以我每个幻灯片都会给大家画一个钉子账。首先画谁的钉子账？债权投资呀。我不管你明细科目是什么，只要你一级科目用的债权投资，我就往钉子账上过。首先借方有一个1250，过慢一点，因为数很大。贷方有一个250，我马上能算出余额是多少，余额应该是1000万。这1000万叫什么？准确来说，这1000万应该叫账面余额。但是因为这道题没有涉及到信用减值，我也可以把它叫摊余成本。因为账面余额减去信用减值之后得到的叫摊余成本嘛。此时既可以叫账面余额，也可以叫摊余成本，1000万。好。那么到了2013年12月31日，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年年末。第一年年末我要确认利息，借应收利息，您永远记住，应收利息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双面。哪双面？不就是1250乘以 4.72% 吗？有人说，老师你这数咋记得这么清楚？中级讲了半天了，中级金融资产那章都用的是这个数。只不过中级是125乘以 4.72 得59,这是1250乘以 4.72 得59万。第一年应收利息是59,我先给你往后翻。到第二年年末应收利息也是双面，什么来着？ 59。 到第三年年末还是双面 59, 都是1250乘以 4.72。 第四年也是双面应收利息 59, 最后一年依然是应收利息双面 59, 没有任何区别，每年都是借应收利息。那么贷方是什么？贷方首先第一个分录做完了，贷方应该是投资收益。投资收益如果你没有发生信用减值的话，准确说应该是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如果发生信用减值呢，应该是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我们这道题没有信用减值，是不是前边的1000万既可以说是账面余额，也可以说摊余成本啊？那就应该与1000万乘以 10%, 分录平了吗？没有。倒挤出来的永远是什么？永远是利息调整。债权投资横杠利息调整41万。您不是告诉我每年付息吗？当您付息的时候，我叫收息，借银行存款59，贷应收利息59，利息平时收。做完这笔分录之后，您马上要再画一个钉子账。画谁的？还是画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咱往前翻一下。债权投资当时的余额是1000万，就是10000000。我不是说了吗？你每次做完分录马上给我找到债权投资，我不管明细科目，找一级科目，这不有个借方的41万吗？我就是把这个41万给他过在钉子账上，就形成我新的账面余额，或者叫新的摊余成本，因为没有信用减值是一样的嘛，就得到104100000。既可以他说他是账面余额，也可以说他是摊余成本。那么到了第二年，借应收利息双面59，收息的分录不再说了，每年都一样。贷方投资收益我就用104100000乘以实际利率 10%， 得到104100000，倒挤出我们所说的利息调整451000。收息的分录刚才说了，那么马上做完第二年的时候，我要再画一个什么？画一个债权投资的什么钉子账。你前边的余额不是104100000吗？说慢一点，104100000，这有一个债权投资，借方是多少来着？451000，你马上能算出新的钉子账的余额是108610000。
这个数既可以说是账面余额，也可以叫它是摊余成本，因为没有信用减值，这是第二年。那么到了第三年，就用10861000，不就上一年年末钉子上余额吗？乘以 10%， 10861000，借方应收利息是双面，还是倒挤出我们所说的债权投资利息调整496100。收息的时候借银行存款59，贷应收利息59。做完这笔分录，我还是要画一个债权投资的钉子账。你在上一年钉子账余额是10861000，这不是有一个借方的496100吗？496100。我马上算出钉子账新的余额是11357100。那我到第四年的时候，我就用这11357100乘以实际利率 10% 得到113570。应收利息还是双面，我倒挤出来的利息调整545710。收息的分录因为是一样的，我不再说了，借银行存款59万，贷应收利息59，马上要画钉子账。前一年的钉子账是11357100，这有一个债权投资的借方是545710。那么这时我们就能算出钉子账的余额是11902810。做完这个之后，你要清楚这个债券几年的，五年，现在已经几年，第四年年末，那就差最后一年了。最后一年它的算法特殊，为啥特殊？我说慢一点，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当时你发行债券的时候，利息调整是在哪方？贷方。以后每一年铁定在借方，五年之后利息调整正好变为什么？零。可是咱观察一下，原来你原来每年都是用钉子账的余额乘以实际利率，然后跟双面倒挤利息调整，我就是怕最后一年它利息调整变不成零，所以最后一年借应收利息双面没问题，我先算利息调整。利息调整每年不都在借方吗？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我先算。咋算呀？咱们往前翻一下，首先它最初的利息调整是贷方的250万，然后借方有个41万，减41万，再减去借方451000，再减去借方496100，再减去第四年的545710，用总的减去前四年，不就得到最后一年的利息调整597190吗？把这数写好了，双面59有了，利息调整597190有了，我们能算投资收益，这俩一加不就是投资收益吗？所以投资收益最后一年一定是先算利息调整后算它，这个别错了。当我这么做完了，我铁定保证利息调整已经变为零了。那么好，做完这笔分录之后，大家注意，您的债权投资现在不是有一个余额吗？我先给你画个钉子账，债权投资我有一个钉子账的余额是119020810，先把这数写成119020810。您这是不是又有一个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是597190？没问题吧？算完了之后呢，你得到的金额就是1250000，已经是最后一年了。最后一年我要收什么？我要收本金，利息都是平时收了，你看每年收59，最后一年收本金，借银行存款1250万，贷债权投资本金不就是面值吗？不就是横杠成本吗？1250万。这儿既然有一个债权投资，我就把这数过的钉子账上，哪方呀？贷方，1250万，你发现了吗？
我该收的利息收到了，我该收的本金收到了，实际就意味着我最后债权投资借贷正好相平衡，我只要收完了，我的债权投资正好余额是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摊，也就是以摊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它的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的现金流量，我每年都在收息，最后都在收本收息。另外，我的合同现金流量通过了合同现金流量测试，我是收本收息的，跟基本的信贷安排是一样的。这就是债权投资。我们教材并没有放过这道题，我们教材续了一种情况，这个情况大概我要没记错了，还是在2013年左右往前有这半部分，后来我们教材就把这半部分删了，但是今年这半部分死灰复燃了，又重新有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假定在2015年1月1日，慢点，这个债券是哪年买的？2013年1月1日，等于过了两年。我给你画个图，2013年1月1日买的，如果到了2015年1月1日，是不是前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的事我就不考虑了，我未来还有几年？三年呀，未来还有1、2、3。我告诉你，我假定在2015年1月1日的时候，甲公司预计本金的一半，本金是多少？1250，一半那625呀，将会在该年末收回。站在2015年1月1日的年末，不就是正好第一年年末吗？我先给你写个625，而其余的一半本金将于2017年，咱数一下啊，15年底、16年底、17年底，那不等于废话吗？就是在最后一年收到剩余的625，对吧？这是两部分本金。他说遇到这种情况，甲公司应当调整2015年年初的摊余成本。咋调整呀？咱们慢慢看。首先我们做这个分录，这分录这数哪来的？先帮里头，咱先往下看。在你2014年12月31日的时候，你的摊余成本是10861000。有人说这数哪来的？您现在不是要考虑2015年1月1号的数吗？那这不是第二年年末吗？我就考虑2014年12月31日，咱往前翻一下呀。2014年12月31日，第二年年末吧，所有的数都吻合，是不是10861000？没错。好，这个摊余成本我在这儿实际上已经知道怎么来的了。往下看，您不是要收回本金的一半吗？这本金的一半是在第一年年末收回625，在最后一年年末收回625，对吧？好，那么我就想问大家一下，我2015年我在年末时我应该收多少利息？有人不加犹豫的说625乘以 4.72， 不对，为啥呀？我是在年底收回这一半的本金，换句话说，我在1月1日的时候，我的面值，我的本金可是1250，我一直持有了一年1250，那是不是在第一年年末我要收到的利息就应该是1250乘以 4.72， 就应该得59万呀，对吧？那有人说第二年年末，按照我这个图的第二年年末，其实已经是第四年了，按照我这个图的第二年年末，我应该收到多少利息？您在这个点收回本金625，您第二年应该用625乘以 4.72， 也就是59万利息的什么一半，59万利息的一半，所以第二年是59乘以1/2。那第三年年末，第三年年末利息又应该是59乘以利息的一半。大家看一下，如果我站在2015年1月1日，我不考虑前两年，是不是我把这个点当成现在啊？你前面一直在跟我说把未来每一年的现金流量折到现在，那我怎么折？我就是把625加上59之后除以1+i的1次方，折完了吧？
加上59乘以二分之一除以一加 i 的二次方，折完了吧？再加上625加59乘以一，59乘以二分之一除以一加 i 的三次方，折完了吧？那折完是什么东西？咱们看一下。首先625加上59，看这儿625加上59应该除以一加 i 的一次方， i 是多少？当时我最初确定的实际利率 10% 保持不变。您平时记账的时候，这个 10% 当实际利率讲，当您需要折现的这 10% 就换了一个身份，它做成折现率了。然后加上625乘以 4.72 除以1加 10% 的二次方， 625 不是1加250的一半吗？我也可以用59的一半算了吧，这不59的一半除以1加 10% 的二次方，再加上625加625乘以 4.72， 最后一年既收一半的本也收一半的息，除以1加 10% 的三次方，得到1137933939。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把未来三年的现金流量折到2015年1月1号的什么现值。而这个现值跟谁去比？跟2015年1月1日或者说跟2014年12月31日摊余成本去比。你有没有发现你原来的摊余成本是10861000，而现在折完是11379339，说明它比你原来的数大，大多少？大518339，两者的差额就是518339。好了，有了这个518339之后，您不是数值比我原来大吗？我给你增一个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518339，带什么？带投资收益。做完这笔分录之后，大家想一下，如果你要画一个钉子账，画谁的？是不是画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在2014年12月31日的时候，它的摊余成本应该是我们所说的10861000。我为了让这钉子账的余额反映成我以后每一年收本收息折到2015年1月1日的现值，我补了一个518339。这个518339用的是债权投资这科目吧。所以我在借方补一个518339。补完了之后，我算出的钉子账的余额就是11379339。11379339，这是什么？我就等于把旧的摊余成本或账面余额补了一个差额，调整为新的账面余额和摊余成本。这11379339是什么？不就是你每一年的本金利息未来三年折现的金额吗？这是我新的账面余额，新的摊余成本，我往后再算，以它为基数来算。咱们可以往下算了吧。到现在第二年年末，2015年12月31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年什么年末，借应收利息。您是在2015年1月1日收到的这个钱吗？不是。您是在2015年底收到的，这一年我的本金还是1250，对吧？我算出的利息还是1250乘以 4.75%， 还是双面多少来着？ 59。这没错，贷方投资收益我就应该用新的钉子账余额11379339乘以 10%。 你发现了吗？我原来最初算出的实际利率是多少，哪怕中间我有本金收回来，我实际利率还是多少，而且在你折现的时候，这实际利率还当折现率来讲了，是那个意思吧？得到11379334，到挤出我们所说的利息调整是547934。有了这个数之后，我是不是得收息呀？因为我在这儿，大家注意，到年底时我应该收1250对应的利息，那就是59。借银行存款59，贷应收利息59。别忘了，您还同时收到本金625。
本金不是面值吗？面值始终是用横杠成本来表示，那就应该是债权投资横杠成本625。做完了吗？做完了。您不该给我一个交代吗？您要画什么？画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债权投资的钉子账我们画慢一点。首先前边的余额是113793391137339。这儿有一个债权投资在借方547934。547934。完了吗？没有。我不是说了吗？我不管明细科目，只要一级科目用的债权投资，我就过在钉子账上。这不有个贷方的债权投资吗？贷方的债权投资是我们所说的625000。那么做完这个，我们可以算一下，也就是我们所说113793339，然后加上547934，然后减去625万，就得到567727273。567727273。567727273。这是什么？这是我新的账面余额，也叫摊余成本。2016年12月31日，其实已经是第几年末了？第四年末。大家想一下，我在第三年年末收到了一半的本金，我第四年的本金还剩多少？625呀。我只能用625乘以 4.72%， 或者我用一年的利息59乘以二分之一，不一样的道理吗？企业应收利息始终是用什么？双面。那贷方的投资收益就应该用567727273，不就这个数吗？567727273，用它乘以实际利率得567727，到挤出利息调整是272727，或者你念成272727都没关系。另外我要收期，我的利息是59的一半，借银行存款59的一半，295000贷应收利息。做完这笔分录之后，你马上还应该给我画个钉子账，画谁的？债权投资的钉子账。你前边一个钉子账是567727273，把这数过上，567727273。这不有个债权投资在借方吗？借方就是272727，还有别的吗？没了。咱们可以算一下，就是567727273加上272727，那么最后就得到590000，也就是我们所说的595万。发现它是个整数了吗？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这不第四年年末了吗？2017年12月31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五年年末。或者我把它叫做最后一年的年末，都可以吧。最后一年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先算谁来着？先算利息调整。好，借应收利息还是59万的什么一半，或者是625万本金的一半乘以 4.72 得295000，带什么？带投资收益。是先算它吗？不是。最后一年先算利息调整，那就是债权投资横杠什么利息调整。咱往前翻一下呀，你最初的利息调整是多少来着？最初的利息调整是250万。那么首先这不有个250万吗？减第一年年末的利息调整41万，减第二年年末的利息调整451000，减完这两年之后，后来的三年咱不是重新折腾了一下吗？后来的三年咱们往后看，这儿有一个利息调整518339，您当时形成的利息调整在贷方，现在的借方肯定是减呀，每年都在减少，减去518339，然后再减去547934，再减去272727。你看250万减第一年41，减第二年451，减去你补那个差额518339，减去547934，减272727，就得到30万。
我这么做完了，把利息调整30万往那一摆，你250万的利息调整，当时在贷方，以后每年都在借方，正好变成零了，完了吗？我最后算投资收益595000，结束了吗？没。您这儿不有个利息调整是在借方30万吗？我马上画一个钉子账，谁的？债权投资的钉子账。那么债权投资本身这儿的余额是595万，就是5950000，这儿不有一个借方的多少吗？借方的30万，对吧？可是最后一年我要收本的，收多少？只剩一半的本了。收息这个分录我不说了，借银行存款625，贷债权投资横杠成本，成本永远反映面值啊。那么贷方就会有一个625，就是625得多少？咱们算一下呀，现在不是595加上30吗？然后减去625，最后得到的余额是多少？零。这不就是印证了咱们刚才说那句话吗？如果你到期了，收本收息没问题，债权投资正好变成零，分录是平的。如果不平，说明你做错了。这是我们所说的分次付息。我们教材并没有打算放过你，他还讲了一种情况，就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这种情况的钉子账呀，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拿张纸画个钉子账。我们看一下，做这道题的时候，利息平时给吗？不给。最后第五年一次性收本，一次性收5年的什么利息？假定甲公司购买 A 公司债券不是分次付息，那你就不能用应收利息，而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那不就是横杠应计利息吗？并且利息不是以复利计算。那我们先说实际利率，实际利率不用着急数，你每一年都会出现一个债权投资横杠应计利息啥来着，双面。双面不就是一加250乘以 4.72 吗？每年都得59。看第二年债权投资横杠应计利息双面是59。第三年债权投资横杠应计利息双面多少来着？59。第四年债权投资横杠应计利息双面59。最后一年债权投资应计利息双面59。跟老和尚念经似的。那有人说，老师你咋絮絮叨叨老说呢？我会，我一遍不说我都会，但是你不一定会，所以我给你详细的说一下这过程。这是五年，其实五年之后你最后一收本一收息就没了。我们接着看第一年。首先您要做这道题，你必须知道实际利率吧。那有人说实际利率 10%， 不对。为啥？您原来每年收利息59，最后一年收本金给我往前折是什么？往前折，你得到实际利率。可是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给你画个图。如果我把现在看成第零年，你在第一年的时候你啥都得不到，第二年的时候你也啥都得不到，第三年也一样，在第四年的时候你也啥都得不到，只有在第五年你会收到5个59，而且收到本金1250。大家发现了吗？这是复利限制。那就是用59乘以5加上1250除以1加 R 的几次方，五次方，等于什么？这些是您的流入，等于您花的钱多少？1000万。也可以写成5个59加1250，然后乘以什么？乘以 PFR5 呀、啊，都一样呀。那么 R 等于多少？ 9.05%。 这是什么？这是实际利率，这是实际利率，没问题吧？好，我们往下看。2013年1月1日的时候你花钱了吗？花了。贷银行存款1000万，借什么？借债权投资横杠成本，成本永远反映什么值？面值。到挤出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做完这分录还用我说吗？
一定要把债权投资的什么钉子账给我画出来。借方是1250，贷方是250，马上算出它的余额是多少？余额是1000万。这1000万来说，准确的叫什么？叫账面余额。因为我没有计提信用减值，所以它也叫摊余成本。这数后边每年都在用。2013年12月31日，也就是第一年年末，我确认投资收益时，不就用钉子账的余额1000万乘以实际利率 10%， 不对，现在已经算出 9.05%， 得到905000，到挤出的利息调整是315000。做完这笔分录，你马上要给我画一个钉子账，谁的？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债权投资前边的余额不是100000吗？也就是1000万。我说过，我不管你明细科目是什么，只要你一级科目用到了债权投资，就把这数给我过到钉子账上。借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59万？借方是不是就会有个315000？有人说老师不对，你利息不应该过。在前一种情况你是应收利息，我不应该过，而现在你是横杠应计利息。我刚才说了半天了，我不管你明细科目是什么，只要一级科目用的债权投资就要过上，这俩数都要过在钉子账上。过完钉子账，我们就能算出新的余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000万，然后加上什么？加上59，然后再加上315000，就得到109050000，109050000。这是什么？这是账面余额，也是新的摊余成本。到第二年年末，有人说老师你咋没收息？平时能收的利息？不能，只能算。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还是59万，贷方投资收益就用这个钉子账余额109050000乘以 9.05%， 得到986902.50。到挤出我们所说的利息调整396902.5。这是第二年了吧。第二年你依然要给我画个钉子账，每年都要画债权投资。往前你的债权投资钉子账余额是109050000。109050000。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管明细科目，只要一级科目用到了债权投资，这俩数就要过在钉子账上，就应该过一个多少来着？ 59。过一个396902多少？ 50。慢点，咱们算一下。也就是109050000加上59万，再加上一个396902.5，就得到118919052.5。118919052.50。这是第二年。那么到第三年，我就应该用这个数乘以实际利率 9.05%， 所以是118919052.5乘以 9.05%， 得到投资收益10762.17.2。借方应收利息？错，借方是横杠应计利息，还是59万，还是到挤出利息调整是多少？486217.2。那最后我们还是过一个钉子账，叫什么呢？债权投资。往前翻一下，你前边钉子账的余额是118919052.5， 118919052.5。加上什么？还是不管明细科目，只要一级科目用债权投资就往钉子上过。过一个59万，过一个486217.20。咱再算一下它的余额。118919052.5加上一个59万，再加上一个486217.2。那么就应该得到12968119.7。12968119.7。这是第几年了？第三年。然后到第四年，就是用这12968119.7乘以 9.05%， 得到投资收益11736.14.83。
报给出我们所说的利息调整是 583614.83。做完这笔分录依然画个钉子账，还是画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到第三年年末不是12968119.7吗？12968119.7。不管明细科目，把这俩数过在钉子账上，过一个我们所说的59万，再过一个 583614.83， 写慢一点。做完这个之后，您不是在12968119.70的基础上应该加上一个59万吗？再加上一个 583614.83， 得到14141734.53。写慢一点，14141734.53。第几年了？第四年了，还有几年？最后一年，别再过瘾了。最后一年是先算谁？先算利息调整。利息调整实际上是用最初的利息调整，咱往前翻一下可以吧？这是另外一种情况，最初的利息调整250万，在贷方，以后每年铁定在借方。你看，减去315000，减第二年39692.50，减第三年486217.20，减第四年583614.83，就得到你最后的利息调整71826.47。先算这个数，借方俩数都有了，那贷方不是投资收益吗？13082655.47。做完这个分录，你不该给我个交代吗？啥交代？还是画一个钉子账，债权投资的钉子账。债权投资，我们前边是14141734.53，写慢一点，14141734.53，把这俩数过上行吧？加上一个59万，加上一个71826.47，你马上能发现，你的钉子账的余额就已经很有意思了。就用这个14141734.53加上一个59万，再加上一个71826.47，马上算出15450000，15450000，1545万。第几年了？最后一年了。我要收本，我要收息，我收几年的息？五年的。我要收本，本是什么？面值。借银行存款15450000，跟这数怎么一样呀？当然一样了。贷方债权投资横杠成本是面值1250，那么收息59×5是295，横杠应计利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管你明细科目用什么，只要一级科目用的债权投资就要过在钉子账上。贷方过一个1250万，贷方再过一个295万。您可以算一下呀，借方是154500000减去1250，再减去295四个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零。因为我债券到期了，我就应该怎么着？我就应该收回，所以债权投资就没了，所有到期了。债权投资记住，业务模式只以收取现金流量为业务模式，而且它只是收本收息，它不涉及到我们所说的中途出售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大家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如果既收取现金流量又出售的，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摊，不是以摊余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它应该是第二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这是我们所说的债权投资。算到这儿本来应该算完了，我们看一个题。这道题啊是根据09年的题改编的。他说20某7年1月1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分期付息，慢点，分期付息我要用哪个科目？应收利息。到期还本的债券12万张，以银行存款支付价款10500另支付相关交易费用12万。
那就说明我花的钱并不是 1050, 而是1050加12是1062。这么说没问题吧？往下看。该债券系乙公司20某6年1月1日发行。人家等于是发行了一年您才买的，你是20某7年1月1日吗？一共债券是几年期呢？还不知道，我们往下看。每张债券面值是107限三年，说明已经有了一年，在你手里待几年？两年。我们前面不一直强调债券存续期吗？在你手里待两年。票面年利率 5%, 每年年末支付当年度利息。甲公司将其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这道题最可恶的是没有给出实际利率，用吗？不用。我们往下看一下。你花了1062贷银行存款，借方就应该是债权投资横杠什么成本。成本永远反映面值呀。这道题的面值给你了吗？他不是说12万张吗？每张面值是 100, 那不就是1200吗？到挤出利息调整138。在哪方？在贷方。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利息调整起初在哪方，以后每年摊销在相反的方向，而且年限到期了，利息调整正好变成零。债权投资利息调整起初在贷方，以后每年摊销在借方，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正好138。有人说，老师你咋不一块摊呢？我给你放在两年一块摊，因为他没给实际利率，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两年正好把138摊完。借方应收利息是双面，一加二乘以 5%， 这是一年的利息，然后再乘以两年的剩余期限，两年的利息120，到挤出投资收益258，几年的？两年的累计数。看看他问你什么。根据上述资料，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题。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债券的入账价值。债券的入账价值不就是问你购入的时债权投资是多少钱吗？画个丁字账可以吧？债权投资，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管明细科目是什么，你一级科目用的债权投资就要算。借方有个 1200, 贷方有个 138, 算出的余额是 1062, 所以我入账价值就是 1062,B, 没了。另外，甲公司持有乙公司债券至到期还剩几年？两年，累计应券的投资收益。我算对了吧？没给你实际利率，他肯定只让你算累计的，累计的投资收益多少来着？ 258, 已经有了，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选 2B。 这是2009年的一道题。那么再看2012年的一道题，单选题。20某1年1月1日，甲公司购入乙公司当日发行，说明你只要发行我就买了，既不会有应收利息，也不会有横杠应计利息。四年期分期付息，慢点，分期付息我要用什么？应收利息。那么丙于次年初支付上年度利息，到期还本债券，面值1000万，票面利率 5%, 实际支付价款 1050, 另发生交易费用2万。停，你花了多少钱？1050额外发了2万，那就是贷银行存款1052。我们接着往下看，甲公司将该债券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说明你的业务模式是收取现金流量，说明你的合同现金流量是既收本也收息，满足这俩条件，每年年末确认投资收益。咱先做分录好吧。贷银行存款 1052, 借方债权投资一定要体现第一个明细科目什么来着？成本。成本永远反映面值，面值1000万这给了。所以说这是面值，到挤出利息调整是52。您不该告诉我一件事儿吗？画什么？我们画丁字账，债权投资。还是那句话，不管借方科目，不管明细科目，我只要用到了债权投资，我就要把它过在丁字账上。借方有个 1000, 借方有个 52, 算出余额是 1052, 这叫什么？账面余额也叫摊余成本，因为没有信用减值嘛，这是1052。好，他说20某1年12月31日，慢点，
你是20某一年1月1日买的，到20某一年12月31日，是不是正好第一年年末确认投资收益 35%， 白费了。为啥白费了？他没给我实际利率，我本来划算出听资账应该乘以实际利率我才能算出投资收益，现在他不按套路出牌，他直接给我了 35%， 还用算吗？不用。投资收益就应该是账面余额乘实际利率，现在他没给你，直接是 35， 他要给你实际利率就应该用这1052乘以实际利率也能得出 35。 这是贷方。借方呢，应收利息，为啥知道是应收利息？你不是说分次付息吗？那就应该是双面，面值是1000，票面利率 5%， 在哪儿呢？咱看一下，面值1000，票面利率 5%， 算出来是50。倒挤出谁？倒挤出利息调整15。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买的是利息调整在哪方，以后每年摊销在相反的方向。这个利息调整在借方，所以摊销的是在贷方，贷债权投资利息调整是15。那么做完这笔分录，您就应该给我画一个钉子账，谁的？债权投资呗。前边的这个分录是1052，再有一个贷方的15，马上算出余额是1037。完了吗？不知道呀。咱看看他问你什么。他问你20某一年12月31日，我是20某一年1月1号买的，到20某一年12月31日，不正好一年吗？他问你甲公司该债券的账面余额，账面余额不就是钉子账的余额吗？多少来着？1037。所以这一道题最终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1037。其实这一道题啊，当年问的是摊余成本，因为说摊余成本可能不合适，所以我把这儿改成了账面余额1037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而且通过现金流量测试既收本也收息的，叫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俗称一个字摊。这个账务处理到现在我就全都给大家讲完了，整整这几个例题讲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去自己画钉子账多画一下，最后能把它反映出来就可以。这就是这一讲的内容，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